山鸡哈，啊，啊，到拄啊，我对迄个 Orange County 来哈，啊，各位乡亲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我是林文良哈，郑文龙律师。我咧想啊，咱这个台湾的陪审团协会哈，咱这团总共有22个哦团员呐哈，啊，我想会来这甲大家。啊，互恁交代吼，啊，而且要先甲大家表示感谢啦吼。我要来讲这个渊源吼，就是讲，啊，去年吼，我就来访问啦吼，啊，受到咱这个啊前主委吼郑锡坤诶交代，啊，搁大家交代啦吼，啊，包括咱台湾日报咱啊李木通。社长吼，啊嘛有甲咱访问交代，我足感动的吼。啊，尤其有一个晚会吼，是甲咱这个遮的少年人吼，就是甲彼得陈吼，有一个会议，啊内底有10个少年的吼，啊主委安排啦吼，啊包括蒋，即今仔日来两地都是少年的吼，我足感动，我伫美国。有一群台湾的侨胞，竟然是这么爱台湾，我就感觉比咱住喺台湾更加爱台湾吼。啊，我感觉有真需要讲啊，台湾的少年辈吼，